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很开心今天又在我们线上见面。小朋友，最近有每天又下大雨了，你们过得好吗？有下雨就是走路还有去上课不太方便，但是啊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天心情真好，对不对？阿们吗？好，我今天有很喜乐的信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今天我们聚会开始之前，我们的 Apple 老师为我们永会前的祷告。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双手合起来，准备祷告，一起来祷告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pple 老师家的阿宅。因为这几天终于下大雨了，他跑去玩水，不对，他跑去救灾了，所以派我来跟大家一起聚会礼拜，要在礼拜前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聚会，无论是在何处礼拜，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是因你的名相聚，因你的爱一起荣耀赞美你，也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并且安静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有平安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这样子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下大雨，你们的心情是跟太阳一样，还是也下雨呢？那祝福你们在每一天，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，都有好的心情。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今天的敬拜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要开始喽。第一首我们要来敬拜献给神的是《我就是主的小孩》。我就是主的小孩，在主的爱成长。我就是主的小孩，在主的话语里好好成长。像耶稣一样祷告，像耶稣一样侍奉，带着信心好好成长。我就是主的小孩。我就是主的小孩，在主的爱成长。我就是主的小孩，在主的话语里好好成长。像耶稣一样祷告，像耶稣一样侍奉，带着信心好好成长。我就是主的小孩。小朋友，你们刚唱的
非常非常的棒，我呢都有看到你们那可爱的笑脸跟美丽的声音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是蓝慧老师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，那我们要来唱第二首歌。就像美丽之色的果子一样，我也要这样美好生命的果子。我听见温柔美妙主耶稣的声音，一定要紧紧依靠我，像美丽之色的果子一样，我也要这样美好生灵的果子。我听见温柔美妙主耶稣的声音，一定要紧紧依靠我，像美丽紫色的果子一样，我也要这样美好生命的果子。我听见温柔美妙主耶稣的声音，一定要紧紧依靠我，像美丽紫色的果子一样，我也要这样美好生灵的果子。我听见温柔美妙主耶稣的声音，一定要紧紧依靠我，小朋友，你们把这首老师很喜爱的诗歌唱得非常的好，但愿我们就像那紫色的果子一样结实累累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第三首歌，第三首歌呢是我是世上的光，但愿我们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在世界当中一个小小的蜡烛，燃烧发光，照亮我们自己也照亮别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第三首《我是世上光》。
上光，纯净又明亮，像一只小蜡烛在眼里发光，要将黑暗世界照耀辉煌。我是世上明光，纯净明亮，我是世上光，纯净又明亮，像一只小蜡烛在夜里发光，要将黑暗世界照耀辉煌。我是世上明光，纯净明亮。首歌都是老师非常喜欢的诗歌，但愿我们就把这美丽的诗歌献给我们的上帝。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祷告，那请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，我们双手放在前面，我们要准备来祷告咯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，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家里家里就是我们的圣殿，主，我们就在家里面，我们就一样的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星期日的时间在家里能够来敬拜赞美你。主，愿我们将这美好的诗歌献在你的面前，愿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家中。主，我们都有健壮的身体，健壮的身心灵，也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尽都顺利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哇，小朋友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，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自己的信仰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来啊！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一起说，阿们。Hello everyone， 小朋友，你们过一个礼拜有没有期待这个时间呢？艾娃师母很期待。今天的金句呢是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。马可福音是在新约第二个圣经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再一次哦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用圈子的方式一起背哦。耶！小朋友平安，你们过得好吗？下雨天过得如何呢？主的怜悯降临，像春雨一样。哈利路亚！现在我们要背神的话语哦。马可福音一。
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临近到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。到临近到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马可福音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临近到乡村。哟哟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临近到乡村。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次出来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次出来的。马可福音亲爱的小朋友，平安，我是美君老师，很开心能够在线上与大家碰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记得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保护好自己呢？老师跟你们说，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确实的做好哦。我们很快就能够再碰面了。今天老师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圣经上的人物，他力大无穷，有强大的 muscle， 但是呢，也因着如此，他呢常常呢我行我素，常常呢自以为是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呢也忘却了上帝给他的使命和教导，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哦。小朋友们，你有没有猜到这一位人物是谁呢？猜到了吗？他就是参孙。那老师呢，带着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探索参孙呢，他为什么能够力大无穷呢？上帝啊，他拣选了参孙呢，他是为了要让他呢，怎么样，就是打败非利士人，拯救以色列民族。可是呢，参孙呢，他却怎么样呢？他却爱上了非利士人的女子大利拉。他真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哦。那他喜欢上他呢，结果呢，因为非利士人呢也害怕参孙力大无穷，非常的害怕他，所以呢就叫大利拉去跟参孙说，就去问参孙啊，说参孙啊，你为什么啊力气那么大，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力气消失呢？那参孙啊就对大利拉说，我跟你说哦，如果你用一条新的棉绳绑住我，那呢，我就会呢变成跟普通人一样，我的力气呢就会全部消失。那后来啊，大利亚马上知道了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趁着参孙呢睡着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怎么样，用一条新的棉绳。然后呢，将参孙呢的身体缠绕住，然后呢，他就突然大叫：“
孙啊，非利士人要来抓你咯。结果参孙呢马上跳起来就挣脱了绳索。啊，所以啊，大力拉就对参孙说，哦，你都骗我，你跟我说用什么新的棉绳绑住你就能够让你的力气消失，你根本就是骗我的。你告诉我嘛，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力气消失嘛。后来参孙就说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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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诉你，这次真的告诉你啦。我跟你说哦，如果哦，你把我的头发分成七等份，这边绑一只，这边绑一只，那边绑一只，然后呢用在呢织布机上面，跟织布机绑一起哦，那我的力气呢就会消失不见，我就变成暖绵绵的普通人了。后来啊，大力拉又趁参孙熟睡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头发这边绑一只，那边绑一只，后面绑一只，分了七等份，绑在织布机上头。趁着参孙又再次熟睡的时候呢，他又大叫，参孙，菲利斯人来了。后来参孙就呼一下子又怎么样挣脱了他的头发，又毫发无伤挣脱了织布机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力拉就气死了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骗我，然后每天啊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碎碎念碎碎念，在参孙的耳边念过来又念过去，念过来又念过去。参孙觉得吵死了，好吧好吧好吧，我跟你说，我力气的来源就是我这一头头发，我从来没有理掉过，这就是上帝给我最大的恩赐跟秘密哦。后来啊，大力拉知道之后，就再一次的趁着参孙熟睡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，就用剃刀把他的头发就变成了一个大光头，他的头发全部掉光光了。后来啊，大力拉就大喊说，参孙啊，菲利士人来了。这一次他挣脱之后怎么样，他真的力气消失不见了，他就跟海绵宝宝一样软趴趴的，再也没有力气反抗菲利士人，所以呢他就被菲利士人给抓走了，扣上那个手铐，然后就抓进去监狱里面。然后啊，菲利士人就苦待他，然后戏弄他。后来啊，参孙他就悔改，他就知道他错了，于是啊，他就再一次的求告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错了，可不可以求你再一次恢复我的力气，让我能够击败菲利士人，拯救以色列人。于是他就在神庙的中间有两只很大的柱子，然后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，恢复了他力大无穷，又使他成为力大无穷大力士。他就在这两个柱子中间环抱，砰，结果整个神庙就砰倒塌，然后呢就压死了很多的非利士人，他自己也牺牲了在这当中。所以呢，小朋友们，当上帝呢赐给你有美好恩赐的时候，就像参孙，上帝赐给他力大无穷，上帝也可能赐给你跟我有极美好的恩赐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恩赐而自大而骄傲，我们要更加的谦虚，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，我们是要造就人，帮助人，让人看见神的美好。以及呢，在你们在老师刚刚所说的故事当中呢，你们也更要注意你们的交友状况哦。就像不管你在多喜欢的人，多爱的朋友，若是他像大力拉一样会危害到你的生命，你就必须要远离他，不能亲近他。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但是你不可以与他同在一起，因为他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生命。这就是老师想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参孙的故事，你们都记得了吗？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，向上帝献上美好的感谢。亲爱的天父，
我们都不完美，但是谢谢天父，你拣选这样不完美的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也让上帝您伤透了脑筋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走偏了路，和参孙一样。但是神，谢谢你包容我们，仍使用我们。主，我们再次的要回到你的面前，对主说，我们生命的道路当中需要有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对主说，主，我们愿意被你使用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接下来预备我们的奉献，今天也是唱一首歌《神真美好》。我们预备我们的奉献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奉献。大家好，我又出现了，我是 Apple 老师家的阿宅，我现在要带领大家一起做奉献的祷告，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这段日子的看顾，我们孩子当中没有人因疫情有病痛，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有可能因疫情的影响收入有所减少，但我们还是要有一颗奉献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永远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并且让我们有一颗富足的心，继续为教会的施工和儿主献上奉献，这样子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哇，小朋友，接下来我们一个报告。还是记得吗？我们在六月第一个礼拜，六月七号，礼拜天，我们重训回复我们现场的聚会，还记得？但是我们那一天呢，我们必须要戴一个口罩，然后我们进场之前，我们必须要一个量体温，然后我们擦酒精有效的手，然后常常有洗手，那一天才能我们一起一个聚会，还记得六月七号。小朋友，你们在每天在最少有三次的祷告，三次的祷告的当中，只有一次为我们有守望，我们六月七号在一起，我们儿主的现场的聚会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好吗 ？OK，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感谢你，今天你所爱的小朋友还是线上一起来敬拜赞美你，求你来继续保守你所爱的每一位小朋友。我们小朋友在虽然是有线上崇拜，但是他们的信仰也是每天每天要成长，每天每天他们要仰望你，依靠你。
求你恩待他们，引导他们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今天献上崇拜来到你面前的你所爱的所有的小朋友同在，他们的家人同在，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哇，小朋友，愿神祝福每位小朋友，这一个礼拜虽然有下雨，你们还是保持你们的清洁，还是保持，还有有注意身体，不要那么多的吹冷气哦。记得我们下礼拜再次线上崇拜见咯，拜拜。